公交车特别挤，哎，他挨着我坐着，往我手里塞东西。哎，什么姑娘，我挺害怕的。好，我一看是那个原来那象征性长跑那便章，哎，你知道吧？这可以算初恋了，这是。他就给我来信呗，那会儿我上高一那会儿。啊，上高一，好家伙，来信老师都给扣下了。后来老师给我叫办公室去了。老师啊，这清华大学这是什么人呀？我就说下次我有本事。老师说，学生期间别净信来信这么频繁了，啊，慢慢的就没有来往了。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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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洋洋红是主人翁要你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小不同花不会呀飞呀飞世上的人呀吹呀吹有花不会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1995年5月8日，情歌皇后邓丽君于泰国清迈梅宾酒店因哮喘病意外发作而去世。圣人那个修养道德标准，但大多数人都不是圣人，必须建立有中央集权把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才能避免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这种局面。而且法必须有法约束人性恶的那一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大圣人。
我觉得道家是最重要的，必须是说，因为道家才能决定道家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它是最强的，没有任何一家学派能跟它抗衡，无非是经济会蓬勃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都源于经济，所以说道家最重要。好，女生怎么认为的呀？说是好多了，就是人的思想跟以前可不一样，以前的思想都单纯啊，那会儿义务劳动，哎，这怎么没叫我呀？还有意见的，义务劳动不给钱，那没叫他还有意见的，现在刚一提干什么？哎，给多少钱？赶紧就提钱。以前的人思想就是好，就是单纯。我说这要打起仗来，肯定喷子得多。以前都穷啊，都没钱啊，是不是？都你看那以前那演的电视都不怕死，什么都没有，可不是。现在，哎呦，我要死了怎么办？我家还有他妈的500万呢，没花完呢，是不是你吧？这是思想都不一样。山岗靠太阳，叶落子也和鸟啄。
英雄壮丽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绝不落的太阳。我们能看看吗？那你们去看吧。啊，小丽，你们去看，我就不进去了吧。太多也不好，你们学生进去就行。您去。行。完了，我就把车先停外边。行。没搭也没搭新的，就看了看。这开春反正就天天都来，没留住。不是里头不行，外头一圈还有。但是看不清楚。可是我又说错了。其实那板顶着眼儿。翻一下，翻到这抠，上面有两个铁的，两个能抠住吗？底下有两个。去吧，丁丁。你没带那去过表。巨下最后测吧，巨下麻烦一些。18.5，周长18.5。咱们的周长加上最后那个。那先量外的吧，外宽。外宽。然后啊，行，先。嗯，对外外头多一点儿，比赛的啊，因为那木头不太好粘，这纸好粘。不是那个灰，直接就贴那，直接贴朝上。这样不不，让他那样，让他你让贴到左边，然后呢靠上，就是是那上，不，我的意思就是你，哎，对，我再往上，就是你的左下角跟那木板直。哦，得一个一个。原本的哪只吗？不应该对呀，你看得着对。托老，您拿我这找找。我到数据。在邓丽君的葬礼上，她的新欢旧爱全都没有出席，令这场集荣安与君九泉之下有知，你会觉得。这个转一下就行，它冲下就行了。别跟那个这个往出扛着了，你能蹦过来？
没法包，这啥味儿呀？三角的，来我赶紧包。行，哎，您是赶得好哎，真的。不是你妈赶得好呢，她要我们俩挨嚷呢，她嫌我赶得不好。你干什么都好。你姥姥赶得特好。是挺厚的，好。他出他睡觉睡够他才来呢，好容易歇一天。嗯。不是您坐着歇会儿去。你躲开吧。我。不是，待会儿你儿子来了，你还得支应他呢。就跟那个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做一样，知道吗？你姥姥俩礼拜没看见他儿子了，看那种疼得慌那样，累得整天就。他呀，就是太辛苦，真的应该让他歇一段时间。他是怕那个不干了没工作了，不是，那他那工作，他工作性质，他就是，人家不是他在那儿要管点事儿，人家三班倒。别弄呛黄了，你黄瓜了，有饺子还呛什么黄瓜？回来了吗？什么时候来？给你都给你包得了饺子了。都六点了，一快六点了，你还不来这儿都等着你了我们。哎，行。我说那个，他要吃面条，不愿吃饺子。都包了，还给他弄啥？那他不吃了，凑合吃。他不吃怎么办呢？那您说怎么办？要不还有面，给他擀点面条。就惯着他，都快50了，你还惯着他？那他不爱吃怎么办啊？那就擀点呗。肉太贵啊，这家伙就立秋那天贴秋膘就买2斤肉就40多块钱，真的涨太多。我小时候2毛钱一大条的肉炸一大碗酱，我小时候那西红柿20分钱一斤，你知道真便宜那会儿的东西，现在哎呀太贵了。小时候就买肉都买的肥的，哎，这买回来买瘦的到家挨骂啊，看着肉肥才买啊，不肥别买啊。现在买肉买肥了挨骂，买瘦的喝。现在跟原来大相反，现在也是一天离开钱都活不了。
原来没钱也能过，原来生产队分点这个分点那个，分菜分粮食根本就不花钱，你看现在一天里的钱都活不了。Thank you.
行，这题材叫什么呀？老师傅的一天。不是，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呢？这叫受苦人的。说梦想赶紧拆迁，然后搬上楼房。邢台的那个想要的已经都要了，理想当中的有一儿一女，理想当中的啊，想着看病能报销，现在是不是也梦想也达到了，也能也报销了？想着哎，有辆车，这不是国家政府2003年不给发车啊，我挺知足的，也没人限制我，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是一家之主。也没人限制我自由，我想干嘛干嘛，没人管着我，真是挺自由的，生活的。比你不记得比呗，那你同学肯定有你不记得吧？